我来说啊，我觉得是一二四三匹狼。第一个大卫，我这儿说，我这儿是预言家，我昨天查杀你，你不用演了，你不管是什么规则，我这儿绝对是拿得起预言家的。然后我先从那个游戏讲啊，荣耀组织的一起去投壶，然后跟大卫还有陆定浩，但是我们台陆定浩那个时候大家记不记得？你知道他有多夸张吗？一个腿在地上，如果你真的想投进的话，肯定两个腿会一起跟着我们使劲，他在跟我们使反劲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我抬他非常的累。哎呀，龟神杀，秒中啊！第二个呢，就是一，我觉得你不好，你去打了一个三，然后我觉得三是好的。哎呀，最后还有十秒了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说就是我今天肯定走大位，我也活不了了，因为女巫已经用完那个解药了嘛。但是大家毒药的话保好可以自证身份，神的事自己去解决，两个神藏好，然后猎人是可以开枪的，可以带人的，对吧？然后就是女巫一旦有人跳就给他毒死，好吧？大位先走，然后我觉得下一个就走陆老师，对，过。好精彩，精彩！说了个 rap。其实现在局势特别的明显。荣耀，其实我没有特别的说怀疑到你，但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理智一点，就是对。大卫，其实我觉得大卫可疑有点大。真的就是感觉矛头都指向你，而且你今天说了很多不做好的话，是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子的。其实我没有怀疑很多人，我是一个铁好人，是铁好人，对。